今天是2009年5月28号，然后晚上10:03，这是今天刚进来的小朋友，小抱鬼，非常小，然后他在发呆，刚回来就喝水，有多小呢？还在抓牙，非常小，大概50圆通板吧，刚出生而已，baby 的 size，然后，等一下，这么小，非常的小，大概跟鸽子蛋差不多 size，很小啊。然后，腹部的卵囊才刚收起来而已，很软，然后看它会吃。对环境有点害怕，因为刚一路震回来。本来是不想带回来的，可是因为它实在太小太可爱了，而且它的壳很漂亮。它在看镜头。